你睇紧嘅唔系电影片段，而系浸会大学校园。而家考试 period 嚟噶，今日星期四啊，星期四仲有学生考试噶，考试时间去到星期六嘅，其实。迟几日啫，其实都系。唔系迟几日至考试，而系希望将新校长轮选嘅咨询延长多几日。浸会大学轮选新校长，好大机会由港大首席副校长钱大康出任。原定寻日三场咨询会之后就会公布任命，但有学生不满校方通知仓促。连咁简单嘅问题都系唔肯回应学生嘅问题。本身佢哋想去校董会开会嘅逸夫行政楼五楼，但被保安拦截。有另外一队嘅小队已经喺另外一边开到后门啦，我哋而家过去。你小会长大路啦。这位疑似准校长一粒声都不出。半个钟头，扰攘了大约十分钟，直至校董会答应半个钟后同学生见面，他们先回去走廊等。仲话会再举行学生咨询会，但时间方面就要睇睇钱大康教授嗰个时间咧。咁当然咧，我哋都明白应该绝大部分同学咧已经考晒试噶啦，因为今日咧，他承诺下星期回复，俾多三日，每日三粒钟的学生咨询会，又话不会因为寻日未获委任而感到失望。好啦，我哋走啦，太惨啦，唔该晒。